人民的集结是可以迫使政府让步，是要迫使政府妥协。而这个案底令到他们人生变得更加精彩啊。他们是无悔的，而这个案底令到他们人生变得更加精彩啊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。